好像没有人能留。启亚先开车过去追身后，吐出来以后 ，boss 正好变小了。这个开车神长的配合没法完成了。女枪这个大招刷的还不错，启亚只要闪现过墙，但是 EDG 的三人往左一扯，扯开了女枪的大量伤害。隔墙的塔姆是先被收掉，大树再捆上来，帽子也倒。司马老贼被触发了布隆被动之后，在龙坑里没有办法逃脱。刚才飞行乱入找的是司马老贼，还好是伤害差一点点。再一个隔墙的一技能睡到过来，打一套哇！所以这个伤害，天崩地裂，直接完成击杀了。一个人，这个 TP 落下之后，猪妹也进不去，布隆再加一个大招，大龙惩戒拔毛，龙拿掉，回身要开团。Miko 这边先被卡莉萨收回来，看一下丢的位置，往回丢。EDG 直播是有点想撤的，挨波的位置有点差，跳加闪现，貌似上来被大树回墙，拍不出来大招，一块石头留一个瑞，瑞这边应该是要卖掉了，但是剩下的人能不能走？瑞这边最后捆回去还没有死，终于杀掉了瑞，天崩地裂坐下来，卡丁交一个沙漏被吃回去 ，RW 也仅能杀掉一个绕后，直接打了斯高的一个闪现出来，但是。蹲壁的位置现在有点尴尬，又被打晕了呀，变不大，直接被击杀，正面先吃进去，交一个闪现，女枪弹幕时间正好被套了一个虚弱，导致没什么伤害，两个闪现交出来，女枪也倒，塔姆也倒，这波 Scout 拿下一个四杀。恭喜 EDG 通过非常去，哎，这边对面先开了，开车拿起来了，牛头姐走回来，开大招敲铃铛，晕到了蹲壁，牛头交闪现，血量控制的非常不错。瑞这边在前面往回的一个智炎冲锋，回到自己的队友身边，先动这个帽子捆进来，非常。他的扛回身 Q 一下，大招拉住了飞机，飞机这边伤害不够杀掉，熔柱之中召唤回身击飞了三个人，这一波的喜羊羊效果非常的好，而且小昭的状态非常不错，一直在打输出，一上来点一下 Q 技能狙掉一个塔姆，帽子交一个闪现，回身闪现的火山突现，应该说马尔扎哈是能够配合队友抓一个秒一个的嘛，但是试了一下连这边的飞机都没有打死，对的，四星的网子网住之后，帽子这边回身交大招交捆，想要跑回身一个反翘，飞机的瓦尔基里辅助还在身上交上去，但是魔法伤害好像打帽子还可以，不过牛头绕过来了，最后人头还是被伤害还可以。他想绕后 ，Scout 这边过来先对面先吸的是狮子，狮子被秒掉了。完美幸福在侧面打开，背后顶在前面，找的是小昭，第四枪也找到了小昭。Scout 这边侧面打退了 Flawless， 这个羊往前一冲，冲到了四个人，我的天啊！闪现过去，最后一下敲铃铛，晕住了司马老贼。司马老贼回身漫无手雷，收掉飞口。哦，闪现过去，风向延袭，粘在司马老贼身上，火线突现，把他的人都收掉。但是越塔的小昭，高地现在怎么办？对面被消耗了一下，不能被打残啊！对的，这个就很伤了。来了，熔柱之中召唤三连击，对面直接被秒，司马老贼这边被吃进去 ，boss 扛在前面，好像有点坦不住，被打了一套牛头翘飞他，人头被没。我感觉好像是 RW 斯马老贼这边直接被伊泽瑞尔超高的伤害灌死，然后塔姆也倒，就剩下一个 Flawless 闪现过去追一套，奥恩智炎冲锋冲上去，人头被四狗拿到，最终应该是26分钟 ，EDG 这边带着龙 buff 上路一波高歌猛进，要结束比赛了。那今天的 BO3 打到现在为止，好像都是。